恒指八月份下跌1696点，系今年嚟第三次单月跌幅逾8%。今集理财要贴地，请嚟30年资深盘房炒家 Option Jack Jack Sir 同大家分析后市走向同埋波幅，仲会话你知低成本赢面大嘅期权策略可以点做？理财要贴地，我系 Option Jack， 今日会同大家讲我自己嘅期权策略。